除了热以外，七八月是台风主要的生成季节，但今年截至七月底，台风生成数量却只有个位数，比历年平均值少了一半。而且这几年台风影响台湾的次数明显减少，而台风不来，对台湾最大的影响就是雨水不足。2020年就因为没有任何台风侵台，酿成的百年干旱，当时的情形会不会再度重演？台风不来，对我们的环境及生态又会造成哪些冲击？继续带您了解。如果我们统计到七月份的话，一般来讲应该要有8个台风生成，那今年大概只有4个台风生成而已，少了一半。现在目前比较倾向于说，它是一个它的一个循环变化中的一环，也就是说我们把时间拉得比较长，它是在目前的确是比较少的一个阶段。台湾夏季炎热，多数时间得靠台风来调节气温以及带来丰沛雨量。但你有感觉到吗？台风接近台湾的次数似乎越来越少。明明已经七月底，却只有5个台风生成，比起历年1到7月平均值8个还要少，更鲜少听到气象局发布警报。台风生成之后要不要来台湾这件事情，还是要看太平洋高压而定它的位置。那因为太平洋高压是导引台风行进的这个气流，台湾又刚好是在我们整个台风路径的这个边缘，所以它只要有一点点的变动，实际上来讲，它可能刚刚扫过，可能就从旁边过或者绕过，台湾都就感受不到。看看这两年台风侵台的次数确实不多，2021年共发布5次台风警报，但只有1个强台灿树有侵台。2020年同样是5次台风警报，唯一侵台的是闪电台风。可以看出，台风整体生成数量不止变少，侵台几率也跟着降低。在2020年的这个1到7月，其实也只有2个台风生成而已。所以严格上面来看，确实啊，我们今年1到7月台风生成数是相对是有比较明显偏少。根据气象局资料统计，2017到2019年西太平洋台风生成分别在27到29个，2020年开始明显变少，只剩23个，2021年更降到22个，都低于气候平均值的25.6个。我们全球的海温或者整体的温度越来越高，那能够供给给台风生成的这个能量实际上是应该是增加的。可是我们会看到说，这几年我们的台风的在全球里面的生成数实际上来讲是比过去我们的平均值要来的少。全球暖化升温，海水温度也随之提高，但却出现台风变少的奇怪现象。专家分析背后原因，其实跟反射音现象有关。因为其实从去年的秋冬季一直到今年，其实我们刚好都是延续一个弱的一个反射音年。根据过往的研究显示啊，就是这个反射音年的一个形态之下，台风就是有利台风的一个生成结构跟环境，其实相对会比较差一点点。反射音现象虽然会造成西部海温升高，但气压也相对下降，并不利于台风生成。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利用海表面温度和气候平均值差距来观测射音及反射音现象，发现2020年开始是中度反射音，2021到2022年则是弱反射音，而且持续了3年之久都没有消失。上次同样持续这么久的记录得追溯到1998年。这一种所谓的射音现象，那你可能是在3到7年才一次，好，那每一次1年它就结束。那可是呢，当这一种的环流被改变了，它可能2、3年就来一次，而且一个持续下来也是2、3年。而台风不来，对台湾最大的影响就是供水问题。尤其2020年没有任何一个台风登陆，再加上梅雨季节短促，雨情不佳，酿成了2021年初的百年大旱，让人担心同样的情形是否会再度上演。整个台湾水的来源主要是来自于梅雨跟台风。那台风如果不来，其实的确对我们后面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南部地区，大概全年有90%的水的来源，就是90%的雨量来源都是在夏季左右。
根据水利署资料统计，2017年到2019年平均雨量都在2400到2600毫米左右。2020年台风晚来，造成了百年大旱，平均只降下2000毫米。2021年又恢复到水准之上。至于今年一直到七月底都还没有台风来袭，让人不免担心水情状况。台湾今年比较特别，就是我们在春天的时候，二三月的时候，其实雨下了蛮多的。所以呢感觉就是比较湿湿凉凉的。到了梅雨季五六月的时候，那么今年五月，在五月十几号梅雨封面第一道下来，五月二十几号第二道下来，然后六月初又一道。所幸今年春雨加梅雨下得多，三道梅雨封面光在五月的累积雨量就来到了347.9毫米，是五月单月史上第六多，因此目前全台水情还算是稳定正常。气象局预估，台湾要到八月中旬才有形成有利台风生成的环境。虽然短时间供水无虞，但台风不来，造成海水暖化，无法调节温度，海底的珊瑚正面临生死关头。我们台湾如果想要珊瑚不白化的话，其实一个很大的机制是台风嘛。对，那到现在为止，其实你看，都已经七月了，台风都还没有来。对，所以如果台风再持续不来的话，那整个热累积一直下来的话，那很有可能再发生大白化的事件。就像是2020年的时候，这个台风它拖到了秋季才过来，对，所以就发生大白化。一般热带珊瑚舒适的海水居住温度在18度到28度之间，而现今南台湾的海温已经要逼近30度。2020年台湾珊瑚发生大规模白化，死亡率在30%左右，就怕类似情况再度上演。那你就想象说，我们在煮水，在煮水饺，珊瑚就是水饺，怎样要避免它熟，我们就是一直加冷水。那台风来的时候呢，它其实有个效应，因为台风的浪嘛，浪很高，它就把深的地方那个冷水带上来，然后跟表层的水搅拌一下，所以整个珊瑚就降温了。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资料也显示，按照目前台湾气温推估，八月底左右珊瑚就会进入最严重的二级警戒，代表有大规模珊瑚会白化或死亡，不止海洋生态面临严重威胁。若今年台风长时间不来，也可能后续冲击明年春耕，桃园和云嘉南地区农业灌溉用水都可能受到影响。台风来不来都是两难，只能期盼在极端气候下不要造成太大的灾害。